是非，前尘暗藏血泪，一别经年难追，道不尽真实原委。命运辗转迂回，生死祸福相随，执念难消，寸真曲尾任风吹，风雨飘摇一心不悔，用一生奉陪，至少有你同行与同悲，揭竿宿命一往无为，一场梦回，山河明媚只守与君归，思想来回心不着成灰。是我办事不力，未在瀛州拿下沈都。瀛州的火额门全没有了。是啊。废物，不可留。伤得不轻，看来是要养些时日了。瀛州的那些半面鬼可都有处理好？已经事先种下了毒，绝无活口。很好，那莫千之留给沈都的东西呢？这就是沈都要找的东西。这个莫千之盯着瀛州那么久，想必是掌握了不少朝中人的把柄。怎么会？一定是那个时候被沈都调了包。你被沈都给耍了。我沈都，我倒要看看你接下来要如何破局。没想到张相党羽这么多年一直通过甘南道同西城国走私往来获取暴利，燕王殿下竟然也以资助为名收买边陲将士人心。师兄默默掌握了朝中两股势力的把柄，却未曾上报，想来是不相信朝廷。陈火娥应该是知晓一二，所以想借我的手找到这本册子。那你要如何处理这个？我想大哥领，大哥领，不好了！何事慌乱？抓到的几个半面鬼还没问出什么，就都暴毙了。禀大哥领，这些人应是中毒身亡。他们被抓进来的时候，我仔细的搜过身，就连嘴巴里的牙齿都一一检查过，绝不可能有让他们服毒的机会。有什么发现？景林说的没错，这些人被抓进来之前
应该是中了某种慢性毒药。仵作可否查出是何种毒药？可以，不过需要一些时日。查明之后立刻上报。是，大哥领。是时候回香安了。你在看什么？这一路上我们沿途经过了不少地方，这些是我与当地百姓闲聊的记录。是有什么不同的发现吗？从这些人的回忆中确实是发现了一点蹊跷。沈府旧案发生的前一年，大仓遭遇了水患，不少百姓因为粮食短缺而过得极度困难。可在甘南道这里，百姓的记忆中也有一些地区受了水灾的影响，按理来说应该余粮不足才对，可当地的粮价非但没涨，反而降了不少。这些凭空出现的粮食究竟从何而来？你的意思是说，的确有一种可能，有人暗中取走了粮仓中的官粮。六娘，走，撤，撤！不必恋战，我们进攻。沈大人果然忧国如家，这刚入皇城就来宫中禀报，难怪我母后会如此器重于你。英王殿下过誉了，臣不过是尽己所能，但求不负太皇太后的信任。你若当真有此意念，最好也不枉我母后对你一番思量，望你扶摇而上。殿下此言何意？罢了，今夜已深，家安也累了吧？沈度，回头来我府上再续吧。
太皇太后，您喝茶。太皇太后，他们来了。给太皇太后请安。太皇太后万福金安。起来吧。沈爱卿啊，你派人送来的奏折哀家已经看过了。莫谦之已死，叛军已剿，半面鬼也被歼灭了。瀛州一事办得不错啊，在办案中还遇到过什么难处啊？托太皇太后鸿福，一切顺利。哀家得赏些什么给爱卿呢？这沈度本就是大内阁领，统领各级官员，已是一品大员了。那这官岂不是无甚可升了？你这张嘴，皆是哀家宠你，信口开河。幸好沈爱卿不是外人，否则会让人觉得哀家想借你的嘴敲打沈爱卿不成。太皇太后恕罪，宝环知错了。沈爱卿啊，你作何想啊？你想要什么赏赐，尽管跟哀家说，我定会答应的。这本就是臣的分内之事，无需赏赐。此次瀛州之行，若不是有夫人在侧，恐怕也不会如此顺利。若要赏赐，都官令史严信当赏。哦呦，原来是要为自家夫人讨赏呢啊！看来这瀛州之行，你们夫妻感情精进，哀家可是做了件好事啊！啊！太皇太后英明。起来吧。沈爱卿实乃功古之臣，功成不居呀。好，这赏赐的事儿就依了你，给阁领夫人了。杨爱卿凭瀛州之乱有功，擢升刑部辖下都官主事，从六品。谢太皇太后。严爱卿啊，你还有什么特殊想要的赏赐啊？回太皇太后，微臣并无其他想要的赏赐。哎呦，你可要想好了，机会难得的。微臣所言句句属实，微臣不想要赏赐，唯愿天下清明太平。好，杨爱卿，身为女子，心系天下。我们大仓真是需要杨爱卿这样的官员。听说你们在瀛州时遭遇劫难，差点丧命，着御医去府上调理。是。怎么了？才得了赏赐，为何闷闷不乐的？都官严主事，我这才刚咂摸过味儿来。瀛州之行姿势体大，太皇太后不赏不好看，可又并不想赏你。那个张宝环定是看懂了太皇太后的心思，与徐内司唱起了双簧，故意说什么封无可封，就是不想你邀功。若不是你精明求全，将此事接了过去，还真保不齐会怎样。莫大人留给你那本册子，你要如何处理？那本册子牵连甚广，但日后找机会呈上吧。狐狸都经不过你，你连夜进宫求见太皇太后，却又不提册子的事，就是为了虚晃一招，好让有些人心生忌惮。恐怕他们今晚都睡不安稳喽。哎呀，知我者，夫人也。所以，我这是躺着捡了个风赏。
英王殿下说你忠于职守，但你也不用半夜都忠于职守不回家吧？有个地方，我得让夫人知道。这是我要让夫人知道的事。当年沈家遇难，我娘身染重病，自知命不久矣，便让我写了自白书。我不会写，我也不能写。父亲宁愿用死来证明清白，我宁愿同父亲一样以死明志。可要是连你都死了，这冤案可就真的结了。沈家上上下下这么多枉死的人，还有你爹，他们的冤屈，他们一直想要的真相，可就真的没有人知道了。还劝解我说忍一时入世，方才有机会还沈家一世清白。从那日起，我此生我要为恨而活了。我身上背负着太多沈家人的不甘，寻找当年的真相成了我唯一活下去的理由。世人或许都已经忘记了，或者说是无人在意，但我却清清楚楚地记得，每时每刻都不敢忘。为沈家殉难的每一个无辜的人，不是只有你，还有我。我记得我从未忘记过沈伯伯。沈府出事，人们说沈伯伯叛国通敌，我不信。他是我见过最正直最无私的人，绝不可能做出伤国伤民之事。所以从那时起，我便立志做女官，进刑部，只求有朝一日能自己找出真相。
世人都叫我白无常，所以我也就认定了自己就是个孤魂野鬼，独自行走在这人间炼狱。真的没想到，怎么会有人跟我一样傻。多人的期待活着呢，从今往后你不会再是一个人，我一定会努力帮你找出真相，还身父亲。过去牵马去，大哥岭，夫人，你们可算回来了。让你们担心了。夫人莫急。我才没有着急呢。沈家的列祖列宗在天有灵，大格林现在悟了。时辰不早了，夫人早点休息。哦，好。去哪儿？睡觉。为夫人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沈都，每段记忆都念念不忘，从荒凉写成了诗行。看过往，是你说过的，以后我不会再是一个人了。既然有胆子闯进来，以后可就逃不出去。我心底的霜，我原谅你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们在试探衡量，一不小心就到天荒。
想和你对饮成双，想把你留在我身旁，穿过了疾风骤雨的阻挡，想要做你的月光，陪你到每一个天亮。我多想就这样忘了时光的漫长，想和你对饮成双，想和你两两不相忘，云和海总有交汇的地方，想陪你地久天长，等青丝到白发苍苍，这一生只把你放在我心上。张侍郎到。太皇太后叫我来颁赏。赏刑部辖下都官主事严姓，绸缎万匹，黄金万两，以显其功，广布恩泽。谢太皇太后赏赐。太皇太后还有一旨。太皇太后有旨，今大内阁领沈度平定叛乱，和谐众邦，功勋卓越，考归万象，有皇女家安，柔家居惠，婉意有仪，行端仪雅，礼教克贤，今及方年待字金龟，二人良缘天作，今下旨赐婚，望敬尽与国，同心同德。大哥领，这是太皇太后的旨意，非是旁人的意志可以左右。好歹先把这纸接了再说。张侍郎也看到了，沈某无意与嘉安郡主联姻，沈某的夫人也不愿意沈某另娶，还望回禀太皇太后。你可知太皇太后为何让我来宣读这旨意？此等宣赏的事，应当是由太史局的人来做，何须用到我呢？为何？你不懂，大格岭还不懂吗？还请说个明白，莫要与我打哑谜。看在韩世元如今入赘你们严家的份上，我且透露给你，免得以后让世元知道了无端埋怨我。你想啊，嘉安郡主是英王殿下最疼爱的女儿，而英王殿下又是太皇太后最疼爱的公主，英王殿下的性情又与太皇太后最为相似，所以获得了最多的宠爱，甚至压过贤王一头。此等状况下，却将嘉安郡主赐予大格岭为平妻，为何意？大格岭权势通天，功勋卓越，更有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贵荣华，可以举目四望。可大格岭形单影只，背后没有任何的依靠，他更是
娶了你这个从六品的小吏为妻。家安郡主她即便要嫁，也应当在皇亲国戚当中随意挑选，何须嫁于沈渡？你爹可说了，如今沈家只于沈渡一人，与沈家有关联的也只于莫千之和那管家。莫千之也已死，那沈渡在朝廷里面就真的是最无依无靠的一个人，又兼监察百官之职，但凡出一点差错，那死也容易得很。舍不得孩子套不到我，沈渡便是那只狼。张氏，太皇太后如何吩咐，我都明白。但赐婚就不必了。沈梦已娶妻，今生不会再娶了。张侍郎，沈某现在随你回宫退婚。阁领，沈渡，你这是想抗旨不尊呢？太皇太后，臣与夫人感情甚笃，何况臣执掌内阁，监察百官多有怨言，实非富贵美差，更不愿嘉安郡主下嫁受苦。哼，若非哀家撮合，嘉安郡主岂是你能够攀？嘉安郡主身份高贵，臣自知不配，更不敢觊觎，还请太皇太后收回成命。你大胆！臣为官数载，从未替自己惦念过什么，唯独今日恳请太皇太后收回成命，臣必定结草衔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沈阁里一向忠心耿耿，其心可见，您一定要三思而后行。臣知道太皇太后是苦心为臣铺路，臣朗朗真心立于世，一心为太皇太后分忧，若还需要嘉安郡主下嫁才得以保全，那便是太皇太后信不过臣的能力。太皇太后，你又有什么事？明堂出事了。什么？臣派去的人曾查过多次，都未发现问题，而这一次是他们过于贪婪而露出了破绽，刚好被察觉，再倒回去查时才发现问题所在。有人分裂了阴阳账本。阴阳账本？何为阴？何为阳？所谓阴阳，便是明面上一本账册用的是龙门记账法，而背地里还有另一本账册用的却是四角记账法。继续。明面上的这本龙门记账法记载的账册，做账的人手法巧妙，从账本上看的确不出任何差错，故而从明堂初见至如今，审查的户部要员查不出任何问题，而刚刚发现的另一本账册则用了四角记账法，所以打眼一看察觉不出与明堂账册有任何相关。差了多少？
借了狗胆了，居然能贪墨2000多万两白银呢。参与重建的官员无有不涉及，除却张宝环、张大人。宝环对此账目并不擅长，也无此胆量。但是这明堂之事是交付于他统筹的，他便有监察不力之罪，让他走，去往别院静心静养吧。是。至于其他人，这些官员位列朝中各个党派。各个党派还有我周氏一族。微臣一说，还望太皇太后恕罪。你何罪之有啊？我只当朝中官员虽各怀心思，但都心系天下，却万万没有想到这毒瘤起于微末呀，如今是暗影浮动，人心难测。太皇太后一心为国，而朝中大臣却个个别有心思，尤其是瀛州刺史莫谦之一时候，甘南道尚未有人接任，我看他们都有些等不及了。是时候敲打一番了。太皇太后，沈都的内卫府鲜少与他人走动，办事也尽心尽力，会是个不错的人选。只是若他与嘉安郡主结亲，那恐怕往后做事就多有掣肘了。你想帮他也得看看他够不够聪明。明堂一事先不要声张，暗查。是。御察司、内卫府分别传我的指令。你倒真是什么都不怕。原本以为难免一顿皮肉之苦，没想到比想象中顺利些。你是说退婚之事就这么过去了？未必，太皇太后这口恶气还没有出呢。但赐婚一事来的蹊跷，恐怕与那本册子有关。想必是英王殿下怕我将他资助瀛州兵一事呈上，所以才让太皇太后赐婚，想将我绊住。但可惜太皇太后无暇顾及此事。是明堂那边出了大事？你早就知道此事？神都，难道说徐内司刚好上报此事，并非碰巧？
人们不知道，明堂对于太皇太后来说，另有深意。他是见证了太皇太后与先帝的情谊之所。明堂大火之后，太皇太后对于重建之事极为上心，不仅派去了自己极为信任的张宝环坐镇，还下旨修缮经费，上不封顶。上不封顶？经费无上限，不代表底下蛀虫可以中饱私囊。那涉及了多少啊？恐怕可以撼动整个朝堂。他们算是彻底激怒了太皇太后。决定你我缘分，再次相遇便知今生两人，看今夜星辰，梦回旧时分，一双人早已生根。竹林前的情人心思莫问，情思相连一生一世长存，借晚风口吻诉爱的情深，此生有了惦念的人。一往情深，你是我认定的人。秋月春风，一生只愿你人。你的掌纹，你的眼神，我们的爱在升温。一往情深，你是我认定的人。秋月春风，一生只愿你人。你的掌纹，你的眼神，我们的爱在升温。相拥对爱多么认真，一点一滴慢慢全都封存，从每个清晨到每个黄昏，我和你永不离分。一不留神你闯进我心门，慢慢沉沦为爱奋不顾身，我冲锋陷阵也无比坚韧，因为你是我的责任。